还要开了。前些天在那个农村去，买过来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我老是妈的都看着，我说的我回家，我没有回家，这些时间都给我下班。啊，现在这个就是全农村那边的生活，这你屋里有三个月的就好像抓嘛。我没说错吧？小孩子，对，那时间是在哪里耍？你得还有。拒絕磨蝕。